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以色列函数应用如何建立三列式工资条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薪资资料，这个工作表里面有所有员工的编号姓名、哦、以及他的薪资的一些部分、哦、然后呢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工资条、啊、像结果工作表这边是很秀的、啊、每一个人都占两列、哦、空一列、啊、这边空一列是干嘛裁剪、啊、方便裁剪的、哦、等于说干嘛三列一组，三列一组有没有、哦、那每三列都是只有一个 员工的、哦、他的薪资资料、哦、那这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薪资条呢、哦、我们到范例这边来讲，我们用的是 index 函数等号 index， 注意到你要注意到你的 index 范围是哪里呢？薪资资料里面的这个范围、哦、范围里面、哦、特别注意到A1 到 K11 是不是？不是哈，你直接干嘛？实际上不需要做哈，你就直接干嘛？就写这里就好了。A1 到 K1 就行了啊、嗯，因为你是标题。然后呢，我要第几列？我要第一列。然后逗点 ，colon A 冒号 A， 就是干嘛？我的栏是在什么栏？我在第一列，而且我的 colon 是在 A 栏，因为我要往右移嘛，所以会有 B 栏、C 栏、D 栏，这个就会自动跟着变动啊，变动。那这范围拜托，一定要记得干嘛？按 F4 把它锁起来，哦，按 F4 锁起来 ，Enter， 有没有？它就、欸、员工编号，那往右拉，就会把每个标题都干嘛拉过来了。那因为 G H I 这三栏呢，它应该要干嘛？要自动换行，所以我们点什么？常用这里面哈，会有一个对齐方式钮，有没有啊、哦？这个地方我们把它选择自动换行啊、哦，确定一个做完以后呢，第二个 H 1我就按 F 4哈，重复这个动作 ，I 1就按 F 4这个键有没有重复动作啊、哦？那它就做好了啊、哦，标题我们就做完了。那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它的内容啊、哦，内容。所以我会用什么？注意到啊，等号一样 ，index， 刮弧，薪资资料全部哈、啊，我把它全部都框起来啊，从 A1 到 K11， 然后按 F4 把它锁起来。逗点，请注意到要移动几列。一般很多人碰到一个问题啊，移动几列？我跟你讲哈、啊，很简单 ，row 三冒号三。除以三，栏呢？我一样用什么 ？colon 啊、哦、，AA 好、哦，注意到那个 colon 里面要 A 栏哈 ，A 栏对 A 栏啊、哦，表示要从 A 栏开始跑啊、哦、，A 栏对 A 栏啊、哦，这样子，那 Enter 是不是？注意到 Enter 以后呢，会有很大问题点，原因在哪裡？在这个地方哈，你注意到，因为你第一个是要在第二列哈。三除以三等于一哈，它才干嘛在第一列而已哈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应该要改成什么？六除以六啊，六到六哈，第六列到第六列，然后除以三哈，这样出来才会变成一段干嘛第二列的资料，有没有？它才有第二列的资料哈，然后你再往右拉，就会每这个人的所有相关资料都出来了啊，都出来了哦，然后呢再把 A1 到K3 框起来，好，框完以后呢，移到右下角的拖拉方块这边，按住滑鼠左键往下拉，大概因为你只有10笔，所以我只要拉到30就可以了哈。他就把你拉出所有人的干嘛薪资条，有没有？全部都做完了哈。不管你有多少人，人越多效率越高哈。现在你看做不到两分钟我们就做完了，哦，非常快啊、哦。那你弯角100笔，我100笔，照样一样，一瞬间就做完啊。哦